我们刚刚看到的呢，是他们的战鼓，是毛利文化里面最有名、最有名、最著名的战鼓。那以前他们要出族人要出征的时候呢，他们会跳战鼓，来让自己的心理、精神跟身体上面呢，都感到有一种被神灵包围的感觉。那现在啊，他们已经不打仗，已经没有部落战争了。他们跳战舞呢，主要是想要凝聚毛利人的团结，凝聚他们这个族群，然后把他们这个文化呢传递给全世界。那今天呢，也是他们最后一场表演了。那他们很谢谢台湾带给他们一个这么精彩的舞台，让纽西兰的毛利文化也在这个小岛上面呢发扬光大。那我们谢谢他们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再次谢谢他们。